然后带来表演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看到的是一张报纸，报纸。他要干什么呢？今天的头条新闻吗？好像不是哦。哎，到底要看什么呢？好，我们先拆成对半，把这张报纸拆成对半，再拆一次。报纸撕开了，要干什么啊？奇怪哦。最后一次。他又把它全部折在一起了呢。各位小朋友，厉不厉害啊？好厉害哦！好，那我们来一个爱的鼓励，一起来。好，谢谢。